哦，你也是辽宁沈阳的，你辽宁现在变成一个老乡了。对，因为我是和肖阿姨认识的，然后她就今天叫我过来。好，欢迎你。嗯，然后我平时过来加拿大之后，除了之前上学之后，因为有了小孩，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，但是我他是做新闻的。对啊，我是做传媒的，但是后来。我老公现在是从事商业和住宅的装修，然后他现在就是还挺好的，然后目前接的都是那种大型的 daycare 或者是会计事务所的装修什么的。住宅呢，他以前经常做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找我，我们有专业的那个设计师，非常非常专业。嗯，好。好，然后啊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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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